第一个方向，它是最显而易见的效果，叫做好看、喝口。其实各位等一下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到后面去看一看我们的产品，包括就在展示柜里面的产品，还有我们后面的产品，你可以把它拿起来摇一摇，你可以发现我们的黄金漂浮的时间，还有它漂浮的均匀度都是非常的好看。那因为我们喝酒，除了说自己买来喝，我们也常会送酒给朋友。那我们后面每一款酒几乎都有礼盒包的产品，那送礼送黄金酒，今天黄金酒体面大方，诚意十足。所以等一下，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工商服务哦，各位可以到后面去看一下我们整个产品的一个状况。那第二个好处，我们讲它叫做好喝。那好喝的部分其实会回到我们一直在谈醛类的改变。那醛类就是它会让酒因为辛辣或者是呛辣都是醛造成的。那我们的黄金因为它让醛跟空气快速去作用，所以它降低了酒里面醛的含量。像我们平常在喝威士忌，我们常会喝12年的 single malt， 15年的 single malt， 这些酒它喝起来比较顺，比较不呛辣。其实它是透过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它让在橡木桶里面熟成，让时间让酒里面醛跟空气慢慢的转换，所以年份越久的酒，它的呛辣度、它的辛辣感会比较的降低。但是我们的精华金，我们就透过我们的技术，快速的来加速整个酒的熟成，所以我们能够有效的降低酒的辛辣度。在降低辛辣度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把酒原有的风味更完整的凸显出来。而且加了精华金的酒，它有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，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甜味会在这个酒里面产生。那第三个好处叫做健康。这是一个很神奇也很好玩的东西，因为喝酒怎么会健康？